已经，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！我们今天啊，接着啊，再来学习。 人王护国啊，《波若波罗蜜经》啊，请大家翻开经本啊，第十四页啊，十四页啊，我们昨天讲、啊、到啊，这个十四页倒数第三行啊，这一段呢、啊，我们再念一遍。 昨天这一段呢还没讲完啊，我们还是从这一段开始念啊。大王摩诃言：见非非法，法若法非非法，是名非非法空，法性空，色受想。 行四空，十二路十八界空，六大法空，四谛，十二因缘，是法即生即灭，即有即空，刹那刹那，亦如是，法生法住法灭，何以故？九十刹那。 为一念，一念中一刹那，经九百生灭，乃至是一切法亦如是。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，那么这一段呢、啊，是波斯匿王啊，代表十六大国王啊。 哦，请问佛啊，前面呢听佛讲啊，这一切法都是空的既然都空了，那么波罗波罗蜜呢，他怎么能造呢？啊，到底是谁在造？啊，佛呢回答呢？ 如果执着有无，啊，这两种见解，那个就不是般若波罗蜜。啊，般若波罗蜜啊，就是两边都不着，啊，不着有也不着空。这个般若啊，不好讲的地方也是这个地方，啊，我们听得了。 比较不容易理解，也是这个地方啊。听到有就执着一个有，听到无就执着无啊。那么佛讲这个空啊，它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啊。那么空在哪里呢？在有当中。 有呢，在空当中啊，那么离开两边的见解啊，那么才是真正的波若妙智。这一段经文呐、啊，给我们讲这一切啊，精神物质啊，世间法、出世间法就像《心经》讲的。 无老死啊，乃是无老死尽啊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啊。那个无德就一空到底，一空一切空了。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是空呢？啊，明明我们看到都有这些现象啊，啊，这个现象啊，佛在此地给我们讲出来的，它就是法生、法住、法灭。它这个生灭。 生住灭，这个速度太快，快到什么程度呢？九十刹那为一念啊，这个一念啊，很短暂。那么一念当中，一念中一刹那经九百个生灭。 这个速度就非常快了。那么《佛在大乘经》啊，啊，还有这个《大论》里面讲这个生灭的现象啊，最少有十种讲法。啊，那《人王经》啊，这是一种说法。啊，如果根据《华严经》，佛问弥勒菩萨呢，啊，一谈子啊，我们这样谈一下，再谈一下。 谈了一下这个这个时间啊，我们老上常常用这个秒啊啊，他说这个一秒钟可以弹四次啊，身体好的可以弹七次啊。现在呢啊，刚开以前啊，讲啊，这个一秒钟可以弹四次啊，再快速弹四次啊，一弹子啊。那现在呢，听说有人可以一秒钟弹七次啊。 所以从四次啊调整到七次啊，那这个一坛子有几念几项几事？啊？一坛子有三十二亿百千念啊，就是三十二兆了啊。如果这个乘以四啊。 谈四次，那就一千两百兆啊！现在呢，七次呢啊，是两千四百多兆次分之一秒啊！那那这个我们凡夫啊，无法去体会的。所以我们岛上常用这个电脑啊，那个电脑啊。 啊，电影啊，电影，电影那个胶带啊，以前那个老式的电影胶带呢，一秒钟啊，开合二十四张啊，二十四张啊，一秒一秒钟啊，就是生灭，它有二十四张，二十四张就是一秒钟当中啊，它转动二十四个画面，那每一个画面呢，它都是独立的。 它只是连接起来啊，快速转动，然后呢，我们看到那个荧幕就在动。那个二十四张一秒钟二十次二十四次的生灭呢，哎、欸，我们看起来啊就好像是真的啦。啊，就好像是真的了。 啊，现在呢，这个电视啊，那个速度比这个老式那个电影快。现在听说是，一秒钟就一百次的，啊，一百次的生命，啊，也就是啊，那个底片啊是转一百张，一秒钟转一百张，不快速度那么这个我们经典讲的这么细，我们没有那种深的禅定啊，我们的确我们也见不到。 啊，是听说了啊，听说，但是我们现在呢，根据我们凡夫能够感受到的，啊，这个电影的交代，电视啊，还有呢，现在那个画卡通的、动画的，啊，有一次啊，我在那个 Facebook 啊，看到有一个啊，拿这个一叠啊。一叠那个好像便条纸这么大。 那画一个人，一叠这么厚，那就像数钞票一样，一张一张很快的这样这样,这样,这样跳过去。那刚看了、啊、那个人啊，在这个纸画面呢、啊、是静态的，但是呢，他每一张都有画一个人这个像，然后这样好像数钞票，这样很快速的看到那个像啊就在跑了啊。所以卡通影片那个原理就这样，他每一张都是。 静态的，但他画很多连续动作，然后快速转动，哎，那个静态的就变成在动了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啊，卡通影片这个底片啊，电影这个胶片，那么再看看佛经讲的啊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万事万物这些现象啊，就是我们的心啊在动。 那动的速度有多快呢？如果根据《法华经》讲的，像一坛子，有几个念头啊？三十二亿百千念啊，三十二兆了。那我们怎么会知道这是幻象呢？感觉不出是幻象啊！啊，明明这些都是事实的存在的现象。 感受不出来啊！如果定功深了啊,啊，到八地菩萨他就看到那么此地讲的呢，哦，那个九十刹那为一念，一念中一刹那经九百生灭，这个我们一般凡夫都无法去理解了。那《华严经》讲的，那我们更无法去感受到。 啊，所以那个讲那个一念啊。两千四百兆分之一秒，那那快到那个样子，二十四分之一秒，我们都被骗了，啊，那两千四百兆分之一秒，那我们怎么会感觉得出来？啊，怎么会知道呢？这个世界原来啊是虚妄的，啊，像《金刚经》讲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 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啊！我们真的感觉不出来。我听到了佛经这么讲啊，我们呃基本上有个概念。那知道呢？这个一切现象啊，都是我们起心动念啊。现在讲这个起心动念啊，不是我们现在能够发觉的这个起心动念啊。我们现在发觉，哎，我刚才动了一个念头。 啊，不是那个起心动念，这个起心动念的是很粗很粗的，此地讲这个起心动念是很细很细的，啊，你没有很深的定功啊，你你见不到，啊，如果这个两千四百兆分之一秒啊，这个你这个这么快速的一念啊，你一下把它断掉了，那你,你就见线了，啊，所以禅宗啊，他就用这个方法。 啊，把那么快速的妄念呐，一下给它切掉，啊，你就看到真相了。那么我们用念佛的方法呢，是时间要念长一点啊，念到最后啊，也会见到这个真相啊。念到你心不起一相，如如不动了、啊，你看到现前这一切现象啊。 就叫不生不灭啊！经典上讲啊，无生法忍啊，显宗、密宗都是讲修到最高啊，就是这个层次了啊！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啊，所以密宗啊讲啊,啊，阿字本不生、啊，阿这个字啊，它就是本来它没生。 啊，生灭那个速度太快了，啊，快到呢，我们是无法去想象的，啊，所以大成经典常讲啊，不可思议，啊，讲这个不可思议就这个道理，啊，因为你无法去思想思维，啊，用言语也表达不出来，啊，只有自己啊，亲自啊，悟入那个境界，你就明了了。 那么我们虽然还没有入那么深的定，但是我们根据啊现前这个道理啊来观察这个世间相，我们常常这样去观察，慢慢呐、啊，我们这个心呐、啊、也会比较放得下了因为呢是了达诸法实性。 它是空起的，啊，它是空起的，啊，好像呢、啊，镜花水月，非有非无，啊，这一切，好像镜子里面的花，水里面的月亮，啊，你捕捉不到，啊，你捞也捞不到，啊，但是它有那个相。 啊，我们看到镜子的花，我们去要去抓那个花呢，抓不到。那抓不到呢，我们知道那是镜中花啊，那是镜里面的花。那你就放下了嘛，你就不会去取，不会去执着了嘛，因为你说那是镜中花嘛，啊，假的嘛。那水中叶呢，你要捞也捞不到啊，你也不会去取，不会去执着的嘛，也是假的。 是一个假象如果我们知道啊，我们现前看到了这一切是精法，初是精法，佛法是间法，啊，顺境逆境所有一切呢啊，就像镜花水月啊，我们心呐、啊，不取不执啊，我们。 不要刻意去关了，啊，心里就空了，啊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，就空了，啊，所以刹那生灭，刹那不住，啊，无常啊，啊，那么这个刹那生灭呢，它是一个幻象，啊，是我们起心动念啊产生的一个幻象，啊，不要去执着啊那个幻象、啊。 啊，不要去取那个幻象。啊，我们就可以得大自在，得大解脱了。所以这些道理啊，常常听一听啊，帮助我们看破放下是有好处啊，有这个利益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：以般若波罗蜜空故，不见缘，不见地。 乃至一切法空，内空外空，内外空，有为空，无为空，无始空，性空，第一空，波罗波罗蜜空，因空，佛果空，空空故空，但法其故有，受其故有，名其故有，因其故有，果其故有，实行故有，佛果果故有。 乃至六道一切有，啊，到这里是一段。那么这一段呢、啊，给我们讲一个空，一个有。啊，这个空啊，是一空到底。啊，一空一切空，一有一切有。啊，空有不二。 啊，我们套这个《心经》的经文来讲啊，《心经》讲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啊。那这里讲空有啊，有即是空，空即是有啊。啊，所以法性空故，诸法皆空啊。为什么说这一切法是空呢？因为那法性啊，它本空，它本集，本空。 法性就它的体啊，它是空的啊，就像我们看电视荧幕一样，荧幕它的体它是空啊，它什么都没有啊。啊，我们看电视电视荧幕啊，你那个把、啊、那个关掉啊，空空的啊，你就看到空空的啊，一打开哦，它又有了啊。当有的时候呢，那个荧幕它还是空的嘛。 啊，不是关掉才空。啊，当他呢现那个有的相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当体还是空的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法性啊，它是空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个有，它怎么会现呢？法即固有。啊，即啊就是。 集合起来，啊，你看这里啊，都讲集啊，啊，我们一一般讲啊，因缘聚集啊，因缘聚集，啊，因缘聚集呢，它就产生这个现象，啊，缘生缘灭。 啊，那延伸也是从空生，延灭也是回归到空。啊，好像看那个电视的荧幕啊，啊，一打开延伸了、啊，把它关掉延灭了，啊，打开呢，它这个有从那个空出现了，把它关掉呢，啊，这个有啊又回归到空了。那我们用电视啊，这个比较这个比喻啊，大家比较容易理解。 你常常啊开电视关电视，就想到这样啊，啊，你开就有，你不开它就没有啊。那不开的时候跟开的时候，它空有是不二的啊，有在空当中，空在有当中啊。大家用这个电视荧幕啊去。 仿佛啊，去体会精讲的这个意思。那么你再看看我们现实的人生，那跟那个电视里面啊，那些节目不是一样吗？啊，所以俗话有一句话常讲啊，人生舞台嘛。啊，我们看舞台上表演表演完了，开始表演生了，表演完了就就灭了，就没有了。那我们看看人生呐、啊。 啊，从生到死，啊，我们一天当中啊，从早上到晚上，那不都是缘生缘灭吗？啊，我们现在呢，大家在这里听经，啊，时间到了，大家来缘生了，啊，现在荧幕上照了啊，有现场有这么多听众啊，有我坐在这里讲，我们网络上有同修在随喜啊。 等一下，时间到了，它散了，那就没有了。那我们每一天呐、啊，时时刻刻，啊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是缘生缘灭，缘生缘灭。啊，善恶好坏啊，到头都是空，都是一场空。 啊，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呐、啊，空有是不二的啊。啊，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：善男子，若有菩萨见法众生，我人之见者，斯人行世间，不异于世间。 啊，这个《金刚经》讲的，啊，大家会比较熟悉一点。啊，《金刚经》讲啊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啊，因为《金刚经》读的人多，啊，还有《心经》啊，读的人多，啊，那个这个经文啊，金刚经》经文啊。 大家比较熟悉，那么这个经啊讲的少，啊听的人也少，所以看到这个经文啊，我们就比较不熟悉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，跟这个《般若经》啊，它意思是一样的啊，它翻译的文字上啊有一些差别。 但是呢，经义是一样啊，都是属于般若般若经啊。下面讲啊，于诸法而不动，不倒不灭，无相无无相，一相法亦如也，诸佛法生亦如也。次即出地一念心，具足八万四千般若波罗蜜，即在名摩诃言。 即面为金刚，一名定，一名一切行，如光赞波若波罗蜜中说。啊，这个一段也是给我们讲十相啊，观照。 这个十相观照啊，古大德常讲啊，一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啊，正十相般若。 啊，这是我们学习《般若经》啊，它的重要之处啊。这些经文啊，是文字般若，啊、文字波若。那么文字波若呢？它是一个工具啊，它是一个工具。我们透过这个工具。 啊，要真正体会它的真实意啊，能提起观照功夫啊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，不是在这个文只有停留啊，在这个文字波乐里面啊，如果停留在文字波乐啊，不懂得提起观照波乐，那这个文字波乐懂得再多。 我们还是啊得不到受用，啊还是得不到受用，啊，这是我们必须先了解啊，所以依文字起观照正实相，啊，正实相波论这一段呢、啊，给我们讲啊，就是前置照俗 因即而有，达有即空，故不为动。啊，这个字啊，啊，实质、前字啊，实质是什么呢？造空啊，你见到空相啊，那是实质啊，就是真实的啊，它是空。 那么前字呢，算是造有，有就是有这些个现象。那么前字造熟地啊，就是有啊，熟因极而有啊，这些现象啊，因极而有。那么，因为你知道这些现象是因极而来，才会产生这个现象，它当体也是空的啊，所以呢，就能通达呢有。 即空啊，空在哪里啊？在有当中，那个有，它当地就是空的。那么当地作空啊，就于诸法而不动，不道不灭，无相无无相，一相法亦如也啊，诸佛法身亦如也啊，就达这个空了啊，因为你知道呢，这些都是。 因己而有，他没有自信啊，就不为所动啊，不为所动啊，这个是真正啊，表达了啊，这个就是智慧一线泉啊，这样啊就能得定啊所以一明一切显啊。 一切的行文呐、啊，如《光赞般若波罗蜜》中说。那么下面呢、啊，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。大王，世经名未具，百佛、千佛、百千万佛说明畏惧，说名未具。 以恒河沙三千大千国土中，成无量七宝施三千大千国中众生，皆得七贤四果。不如以此经中起一念性，何况解一句者？俱非俱，非非俱故，波若非句，句非波若。 波若一非菩萨，何以故？十地三十生空故，此生住生众生不可得。地地中三生空故，亦非萨婆若，非摩诃衍空故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呐、啊，大王是经名未具。 啊，这个畏惧啊，就是讲我们这个文字啊，经文啊，文字啊，百佛千佛百千万佛说明畏惧。啊、这个经文啊，文字啊，这个畏惧啊，就是经文这个文字啊，它能够全十相观照。 为所全啊，佛佛道统，啊，的文字啊是能权，实相观照是所权啊，所全呐、啊，也就是说它所包含的这个道理方法啊，道理方法。那么文字呢，它讲的就是实相。 啊、就是给我们讲这个事实真相。啊，这文字啊，讲的是事实真相。那么，文字能全啊，那么十相观照啊，是所为所全啊。 我们要能依文字起观照，证实相。那么每一尊佛说的都一样啊，所谓佛佛道同啊，说的都没有两样。一尊佛讲的就代表所有一切诸佛讲的是一样的啊，所以百佛千佛百千万佛说明未惧啊，每尊佛的说的都是同样的。 那么下面呢，就是讲啊，哦、呃，布施啊，一恒河沙三千大千国土中，成无量七宝，是三千大千国中众,众生，皆得七贤四果，不如于此经中起一念信。啊，我们先看到这一段。 啊，这个是讲财师法师。啊，这个财布施啊啊，三千大千世界国土当中，都把它变成无量七宝啊，那这个无量七宝啊，那这个是太多了。 啊，真的啊，这个是我们无法去形容啊。我们在这个世间呐、啊，啊，你要到这个银楼啊去买一个金子，一块金子啊，就宝贵的不得了了，啊，价值都很多了，啊，那不要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了，啊。 啊，就我们一个地球，通通是七宝，那就不得了了。那何况三千大千世界的那个七宝还是无量的。那你看这个七宝有多少？这么多的七宝啊，布施给三千大千世界国土的众生啊，这个是讲啊，财布施，财布施给这些众生。 那不但财布施呢，还有法布施啊，而且呢，布施佛法啊，让这些众生啊得七贤四果啊，这个阿罗汉啊，四果啊，那这个正小乘果位啊，那这个财施法师都有了，那这个是。 非常非常殊胜了，但是呢，不如以此经中起一念心啊，就是这个财师法师啊，布施这么多啊，又帮助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啊，都得到七贤四果啊这样的果位不如啊。 以此经中起一念信，啊，那这个一念信呐、啊，就超过这个财法布施了，啊，那、啊、这个财法布施的不能跟他相比，何况解一句者，啊，这是财法二施啊，不如以此经中起一念净信。 布施、啊、这么多的七宝啊，而且啊，帮助这个三千大千众生都得到七贤四果啊这样的果位、啊，还不如啊，对于这部经当中起一念精信啊，那个功德啊，啊超过太多太多。那何况解一句则呢？啊，解啊，就是给人家讲解说明啊，一句啊，就是这里面。 当中啊，一句啊啊，这个跟金刚经讲的、啊《金刚经》讲的啊，《金刚经》也是用这个比喻啊，《金刚经》啊，佛也是这么讲的啊，就是啊，有人呐、啊、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去布施给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，啊，那是福报大不大、啊？太大了。 啊，实在太大了！啊，我们这个世世世间呐、啊，现在这个地球上啊，如果我们拿个一亿的台币啊来布施，哦，这个就不得了了哈！哦，这个我们听听起来就天文数字了啊，一亿台币啊，那有的大庙啊，那。 那是一亿是不够的，那是上几百亿的啊，几百亿才盖得起来的啊。那我们听起来，这个对我们来讲啊，一亿对我们来讲就是天文数字，那几百亿呢，我们已经快要不可思议了啊，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啊。那我们这个台币几百亿。 那跟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，那是无法相比的。啊，你说那么多的财布施啊，那福福报多大啊！但是啊，不如有人呐、啊，为人演说一世纪记，啊，就是世纪就是一首记，啊，为人演说。 啊，也说一四句记。那以前呢、啊，我听这个经啊，听了也，当然啊，佛这么讲啊，我们也没有理由去不接受。但是心中总是有疑问，因为不了解为什么那四句句，我们看起来没什么啊。啊，比如《金刚经、啊》四句句呀。 啊，一切有违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给大讲讲这个事迹，你那个福报就比那个不失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的人还要大。啊，那我们啊，不能够理解啊，不能理解。后来听我们老上讲啊，讲到这一段啊。 啊，给我们说明啊，诶，我们就恍然大悟了。啊，我们敬老和尚讲啊，你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啊，布施给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啊，这是财布施啊，能够帮助众生啊，解决啊物质生活的问题啊，他会过得很富有、很富裕。 但是呢，不能帮助他断烦恼、了生死、出三界、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，这个做不到。啊，那么一四句记呀，你为人演说啊，那个人他真听懂了，四句记呀，就能帮助他成佛了，他就能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。 今天成佛呢，他的大解脱、大自在啊！了生是初三界，圆成佛道，广度众生。哦，那后来我们我一听啊，我就明白了。哦，那这个这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真的不能跟他比啊！所以啊，普贤菩萨也讲啊：一切供养中啊，法供养为最。 啊，说所,所有的供养当中呢，那个法供养是最殊胜的，啊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啊，所有一切财供养啊，也是为了法，啊，为了法，啊，因为法呢，才能真正帮助我们解决问题，啊，财供养啊，能够解决我们现前生活的问题。 啊！但是解决不了我们的生死问题。啊，不能帮助我们成佛。啊，这个地球啊，啊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七宝通通给你。啊，你还是要生死轮回啊。啊，在我们现前这个世间呐、啊，这个地球的这个地球通通给你。啊，你是个地球的王。 一旦你死了，你也带不走。啊，这个利益呀、啊，跟这个佛法一相比较，那就无法相提并论了。啊，那真的无法去比较了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法供养的福报实在是太大了。啊，你想想啊。 帮助一个人成佛，那功德多大啊？因为成佛，他就能够度无量众生了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，那么在看到这个经文啊，我们就不会有疑问了啊，这个佛讲的啊，真的一点都不过分，啊，一点都不过分。 啊，那么下面讲啊，去非去非非去故，波罗非去去非波罗，波罗波罗，一非菩萨。啊，那这个一段呢、啊，去非去非非去，波罗非去去非波罗，波罗一非菩萨啊。啊，我们念呢。 啊，也许我们念的也搞不懂啊！啊，大家念的你你们懂吗？哈、啊。这个一段呐、啊，就是讲文字、文艺啊，人法俱空啊，文字啊，这个句啊，就是文句啊，文句。 啊，那波罗呢？它不是在文字啊，所以句为波罗啊，它不是波罗啊，波罗也会句，但是我们又不能离开句啊。 啊，就像啊，我们用个比喻啊，我们通过比喻去理解一个仿佛啊，这个指路牌啊，啊，指路牌啊，这个这个标示啊，指路牌啊，比如说我们三重啊，从台北过来哦，那个路标啊，箭头啊，那边是三重啊，在台北那边的桥头啊，立一个牌子啊，指个方向。 但是呢，那个牌子那个地方啊，那不是三重啊，他是告诉你从这个方向去会到三重。如果你看到那个牌子以为三重哦，就在这里到了，就错了。啊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哦，有,有这个这个经文就是波若了啊。啊，经文呐、啊、是波若没错啊。你要一经啊。 给你指导的方向啊，去提起观照啊，那你才会证到十相波乐啊啊！不是这个经念一念啊，你就有波乐了啊！我们心经啊，每次三十七念啊，念了好几遍，一一一次三十七念都要念三遍。我们有波乐吗？啊，波乐心经大家念得最熟悉了啊，都会倒背了啊。那有有波乐吗？我们没有，我们是停留在文字波乐。 你没有起观照波罗啊，我们呢、啊、不会啊，像观音菩萨呢起观照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它它就有作用了，不会啊，不会都是在文字念念念念得很熟，也不会观照啊，所以一直停留在这里啊，所以告诉我们呢、啊，波罗非器，器会波罗。 啊，你要懂得啊，依文字起观照正实相。那意思是告诉我们这个啊，好像呢看到指路牌啊，指那个方向啊，你要懂得，他叫你再往那个方向走，啊，你就会到达目的了啊。那么传宗啊，有一部书叫《指夜录》啊，《指夜录》也是同样的意思。 那个子夜路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手指着月亮啊。他、啊、你说要看月亮啊，有人跟你讲月亮在那里啊。那会看的人呢、啊，他会循着这个手指往上看，他就看到了啊。那不会看的，他看到说、哦：“哦，这个就是月亮哦，那个是手指，不是月亮。”嗯，他不懂他那个意思啊。 那就看那个手指，以为那个手指月亮。你像读经文呐，啊，以为经，哦，这个就是波乐啦。啊，这个经它里面讲的是波乐没错，它是教你啊，依这个文字的波乐啊，你要懂得去提起那个观照波乐，你才能证实向波乐啊。 啊，如果迷理直相，那就是凡夫了。啊，这个道理啊，你不懂，啊，迷了啊，不不迷就是不明了。啊，执着这个相，啊，着着相，那就就是凡夫。那佛教我们叫离相，啊，不可以着相。啊，这讲文字啊。那下面讲啊。 何以故呢？十地三十生空故，死生住空啊，死生住生，终生不可得。地地中三生空故，亦非萨婆若，非摩和空故啊，这个。 教我们呢、啊？正观中生死佛果恶不可得。啊，无听无说，同听同说同一切法如。啊，生死佛果恶不可得。 啊，生死活果啊，啊，就是生，一般讲生死涅盘，啊，这菩萨呢不住生死，不住涅盘，那我们凡夫呢住生死，二层啊生闻缘觉呢住涅盘，啊都有住，啊住就是有执着，那菩萨呢他两边不住，啊不住生死，不住涅盘。 啊，因为涅盘生死都是空，啊，都不可得，啊，都不可得，啊，没有一个生死是假象，啊，果果也是虚妄的，所以《金刚经》讲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 那么，我们十法界啊，六道法界那个希望相啊，变化很大，我们比较容易理解。那四圣法界也有变化，变化没有我们那么大但是还是希望。一真法界呢？啊，那一真法界也有相啊，啊,啊，应该是真的嘛，一真的嘛，啊，但是呢，还是。 希望。啊！但是呢，他那个希望啊，跟我们实法界的希望不一样啊。他可以永远保存啊。如果你回归到黄长吉光啊，他这个相也没有啊，没有呢，它是隐，它可以隐可以现，有缘呐，它就现；没有缘，它就隐，隐就是回归长吉光了、啊。 大光明藏回归常寂光，常寂光什么都没有，是我们的自信本体啊。那么遇到有缘呐、啊，啊，有一真法界跟你有缘的众生呐、啊，他你成佛了啊，那么跟你有缘的众生呢，往生到你的世界来了啊，他是明心见性，但是还没有成就竟圆满佛，就会现出这个，你就能现这个十报庄严图。 那在四圣法界呢，现这个方便有一土；在六道法界呢，现完圣同居土。啊，所以呢，有隐有现。啊，那么一切相啊，都是从长极光出现的。啊，相没有了，它回归到长极光。啊，所以长极光啊，它有隐有现。啊，遇到缘它就现。 没有言他就言。啊，那这个正观中啊，生死活果、佛果二个不得的啊，我们念心经啊，啊，对这一段的经文呐、啊，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啊，这个经文啊，心经讲啊。 无智亦无德啊，无老死啊，亦无老死啊，灭啊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德，啊、生死佛果啊，都不可得。 那么无听无说啊，听同说同，一切法如啊，一切法皆空啊，这是它的空理啊。那么负这个佛果啊。 我们再看这个下面的经文啊：大王，若菩萨见境、见智、见说、见受，非圣见也；导想见法，凡夫人也；见三界者，众生果报之名也。六世起无量欲无穷，名为欲界障空，或色所起业果。 名为世界藏空，或心所体业果名无世界藏空，三界空，三界根本无名藏亦空，三地九生灭，前三界中于无名习果报空，金刚菩萨得理尽三昧故，破果生灭空。 有果空，因空故空，萨婆若一空，灭果空，或前已空故，佛得三无为果，自缘灭，归自缘灭，虚空萨婆若果空也。善男子啊，若有修习听说无听无说，如虚空，法同法性。 听同说同，一切法皆如也。啊，那么这个一段呢、啊，就是讲一切都不可得啊，一切都不可得。啊，这个《心经》讲的无智亦无得啊。我们如果想到《心经》讲的啊，那么对这一段呢、啊，经文比较多啊。 心经啊，它这个经文文字啊比较简要，啊比较浓缩，啊这个空理呀、啊、是完全一样。那么我们练心经啊，大家练的比较熟悉了，比较顺口，啊提起来啊，大家比较容易理解，啊那这个经文比较多，啊浓缩起来啊，就是心经讲的。 无所得啊！这个一切法皆如啊，就是一切法皆空啊。所以讲这么多的空啊，就是一空到底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明了啊，这个空啊，这个经文啊，文字讲的啊，这个义理。 很好啊，如果不明了也没关系啊，你常常听啊，或者呢，你记住一个呢，无智亦无德啊，那这个就是空了啊。那么我们真正啊提起关照啊，你那个波若智慧开启，那你完全就明了啊，才不会啊。 你迷在这个文句当中，啊，迷在这个活学术语名词当中，啊。那么我们有时间呐、啊，慢慢来分析这个每一句每一个字，这个都可以的，啊，啊，但是这个需要时间，啊，也需要耐心，也要有兴趣。 这个是可能有少数人啊，比较容易，可以接受啊。那大多数人啊，并不是说他没有耐心啊，是因为他没时间呐，啊，没时间啊。所以过去啊，我们敬老和尚到美国讲经呢，他说呢，在美国讲经啊。 没有办法像台湾这样讲啊啊！台湾你讲一部经啦、啊，我们这部经来讲个一两年、一年两年啦、啊，还可以，还有人会来听啊。在国外呢，最理想是三天啊，而且你讲简要的、简单的，为什么呢？大家没时间啊，而且呀、啊，有的住的都很远，他开车来听啊，要开很久。 啊，开很久，啊，而且还要假日，啊，平常啊上班呐、啊，恐怕人家也没时间，啊，不过现在呢有一个方便呢、啊，透过网络啊，这个光碟啊，这个就比较方便，啊，那虽然方便呐、啊，那在家里看呢、啊，你还得要有时间呐、啊。 啊，你在家里啊也有你你的事情啊，啊，也不是说你完全都没事情了，啊，那这个时间很多啊，那当然啊可以细细的来琢磨啊。那么我们呢、啊，就是把这个经文啊消文啊，把这个大意啊提出来啊，大意提出来啊，这样啊可能。 大家才比较会有耐心来把这个经听完啊，因为我这样讲啊是很快乐啊，那这次都讲不完啦、啊，可能还分好几次才讲得完啊。如果啊很详细的啊一句一段来讲啊，这部经恐怕呢我们连续讲三年都讲不完啊，怕大家没那么那么长的耐心呢、啊。 啊，但也众人有耐心呐、啊，可能大家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啊，这个大意就是讲正观当中啊，生死活果、佛果两方面都不可得啊，无听无说，听同说同，一切法如啊，就一切法都空啊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大王。 菩萨修复佛果，未若此护波罗波罗蜜则为护萨婆若，十力十八不共法，无言无分法身，是无量心，一切功德果，未若此。佛说法时，啊，无量人天众。 得法眼净，信地信地有百千人，皆得大空菩萨大行。这个护波罗波罗蜜是护因，护萨婆罗海是护果果。 啊，这个护啊，我们一般讲护持啊，我们讲护法。那护法是护什么法呢？就是护波勒波罗蜜，护这个法啊，是这是真正的护法啊。所以护波若波罗蜜呢，它是护这个因。 啊，护法的因，护萨婆若，是护佛果。啊，佛的果位啊，他有十力，十八不共法，无言无分法身。啊，这是佛果的，是无量心啊，一切功德果为若此啊，就是一切功德果。 佛果位上的一切功德啊，一个功德啊，德能。这是萨婆若啊，萨婆若是佛果了，佛的果地啊，成佛了。那成佛的因是什么呢？波若波罗蜜啊，波若波罗蜜是成佛的因，萨婆若是成佛的果。那护这个因果。 那么我们要怎么护呢？啊，要依文字起观照，证实相，那、啊、是真正的护波的波罗蜜。啊，我们自己呀、啊，能够这样来修学啊，就是护持了，护这个波罗蜜这个法，护这个法。 那么般若波罗蜜啊，就是我们自信的般若智慧，不是外面来的，不是学来的。那么护法啊，我们说内护有外护，内护啊，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教我们开启啊般若波罗蜜的方法，他现在教的都是这个一门深入，常识心修，他教的是这个。 因界生定，因定开慧，开的般若智慧，开这个会啊，这个是内护啊，他教导我们。那外面的护法呢？知道道上教的是这个目标啊，教这个目标啊，然后我们护持这个修学方法，护持这个修学方法。 那个这，这这个就是护波若波罗蜜，这是护音。那么包括呢，我们敬老和尚现在在这个办这个传统文化啊，教这个啊汉字文联啊，像马来西亚的这个马六甲啊，办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啊，那以儒为主。 现在修这个《情书制药》，啊，学这个儒释道啊三教的经典，他要求也是一样，啊，跟学佛是一样的方法，啊，那么他这个方法呢，能够啊帮助学习的人开启自信的般若智慧。 啊，就是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那么他的要求啊，就是一部经修十年。那前面有一些共同科目了啊，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三页啊，那是共同科目啊。但是你选一部经啊，要深入十年啊。这个是啊，开启自信般若智慧的教学方法。 他负这个法，他教导学生啊，教这个法，就是付这个法。那么我们外围的外护啊，也也明白啊，饶上的教学方法，我们也扶持这个方法。啊，所以最近呢，啊，我们饶上去英国啊，想要办汉字文言学院啊，那么。 在七八年前呐、啊，英国剑桥大学的汉学院啊，麦大文教授啊，也曾经到香港啊，请饶上去他们这个学校啊办大成佛教学院。那饶上说：“哎呀，你们请我去呀、啊，恐怕不容易啊。”他说呢：“我有条件啊，什么条件呢？” 他说呢，这个学生怎么教啊？你们学校不管，啊，你不能用你们学校啊那种教育的框架、那个制度来架在这个上面，那我没办法教。啊，因为现在呢，学校的教学制度它都交叉式的，那一学期都学的很多，学得很杂，请很多老师，啊，啊，学生听了啊，那个满脑袋啊。 那妄念就非常非常的多了啊，这个开不了智慧啊，只能学到知识啊，所以西洋啊这种教学方法是学知识。那么佛门啊，包括儒释道呢，传统的教学法是开智慧啊，智慧啊，解决问题。 没有副作用，啊，知识解决问题有副作用，啊，那么这个这个老尚提出这个条件啊，说怎么教你不不管学生教给我啊，教我的事情，到时候呢，我批准这个学生呐、啊，啊，说他他及及格了，毕业了，你学校啊只负责发文凭，这样就好。 后来呢，也没消息了啊。大概他们回去开会啊，大概没有人会同意的啊。啊，所以老和尚讲啊，你一部经啊，念通了、啊，所有的经都通了啊，不但佛经通啊，世间话也得通了啊,啊。有一天呢、啊，我遇到我们老上的秘书啊，啊，韦邦啊，他说：“师父讲这个哦，给那些西洋人讲啊。” 给他打死，他也不会相信。哈，练一部经，练通了，他什么都都通了，都会了。他给他打死，他也不会相信啊。那么，他不能接受老上这个教学方式啊。那老上去办了，跟他们一般办大学是一样的，开不了般若智慧，啊，达不到这个效果。 那彼此就浪费时间了，啊，所以去了就没有对他们没有帮助，啊，那么最近英国威尔士大学又要跟老上合作了，办汉学院，老尚那个那个有一个北京的赵博士介绍那个校长啊，那个校长很诚意啊，我们老尚到英国，他还亲自来跟老上谈这个合作的事情，啊，那么。 我就私下呢给赵博士讲啊，我说一定要给赵博士讲到他懂后上教学的理念啊，不然呐、啊，呃，那个英国人啊，他也不懂后上这个教学理念啊，还是用他们学校那个方式啊，恐怕就达不到啊我们饶上教学的目标啊，啊，那那这个也就没有意义了嘛，啊，对他们没有帮助。 啊，所以我现在呢是做外护啊。如果他有办啊，劳伤要去护持啊啊，我去护持啊，啊、因为我什么能力都没有啊，钱也没有，能力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啊、哦，就是一个人啊，而且护什么啊，我能护的就是我知道师傅他是这种方法啊啊，别人不知道啊，我可以告诉他。 啊，那从旁啊，给他提醒，来协助、扶持这一个啊。那么这个呢，老上也建议说，先办一个实验学校嘛，实验看看嘛。啊，科学精神就理论方法加实验，然后来出结果，看什么样。啊，如果实验成功啊，说明这个教学法是可行的。啊，慢慢啊。 就会被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呐、啊，特别是西方国家，让他们理解，慢慢他也会接受了。当然啊，这个现钱呢、啊、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，付出这个工作非常难的，阻力非常大的，因为大家都不相信嘛，啊，不相信，啊，所以这个需要耐心，需要时间，啊。 所以讲到这个复波若婆罗蜜是复因，这个就是根本非常重要啊。那么有因才有果啊，如果没有这个因呐、啊，萨婆罗也达不到啊，你复果也谈不上了。 啊，这是讲这个护啊，护持啊，内护外护啊。那么总规矩呢，一文字起关照，正十下啊，这个原则啊，我们一定要明了。我们现在修行啊，功夫不得力啊，就是不会起关照。 啊，我们不懂得用关照功夫，所以啊，糊不住烦恼，烦恼啊，糊不住，烦恼糊不住啊。我们修了很久，还是烦恼强啊，到最后啊，都会退转。为什么退转呢、啊？生烦恼嘛、啊。啊，我们自己内心这个烦恼啊，降服不下去。 所以，我们一定呀，要真正认识啊，真正的敌人呢、啊，不是在外面，是我们自己内心那个烦恼贼啊，那个在作怪啊啊！如果我们不回归啊，去关照自心的起心动念、烦恼啊，这个贼你抓不住，你就被他损害了，被他伤害了。 害我们啊，生生世世啊，六道轮回你就出不去啊！那个那个才是真正的贼啊！而且这个贼啊，我们还给他当做好朋友啊！啊，外面那个贼我们看到就要要要去抓他，要不要远离啊？里面这个内心这个烦恼贼啊，我们还认为他非常好。 啊，所以啊，就被害，啊，害我们呢、啊，生生世世轮回出不了、啊。所以我们要依文字起观照，证实一下，啊，这个样啊，我们功夫才会得力。 那么最后一段呢？啊，这个一品啊，这一段是十众得意啊。当时的大众啊，听佛说这个根空品啊，佛说法时，佛说这个法的时候呢，无量人天众得法眼净啊，法眼净啊，啊，那这个也是。 很高的层次了啊啊！信地信信地啊，有百千人皆得大空菩萨大行啊！这个大空大行，嗯。什么是大空啊？这个大空啊。 啊，不是我们观念当中啊，大小那个大，啊，不是那个大，那大型呢、啊，也不是大小那个大，但是我们佛经上啊，常常看到这个大，啊，大型普贤菩萨，啊，那个大的意思啊，就是摩诃。 啊，这里讲摩诃言啊，摩诃呢是印度范围翻成中文是大啊。但是这个大呢，不是我们观念中的大啊。这个大呢，没限量的啊，没有限量的啊，已经超越啊我们的新意识啊，那个才是大啊。落在啊新意识啊。 啊，怎么大还是有限量的啊？这个超越这个新意识啊，那个大无限量的啊。所以这个大呢，我们大空啊，我们看《六祖坛经》啊，这个禅宗的啊，真正明心见性。 大彻大悟，那是大空啊！大空就是明心见性啊，大彻大悟啊，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呢，他的修行啊，所有的行文就叫大行啊，一切都大啊，一大一切大啊，大空才有大行。 那么大空啊，也是他心量啊，尽虚空变化界啊，近虚空变化界。这一段啊，十种得意啊。那么我们念佛人啊。我们听《般若经》，听明白多少算多少。 听不明白也没有关系啊，听不明白啊，我们就老实念佛啊，就老实念佛啊，你老实念呐、啊，那以后你就明白了啊，你就明白了。那明白了呢，我们要学老老海贤老上啊，明白就不要说。 你明白了，不要说，说了人家也不相信啊。你自己明白就好啊。那最方便的呢，念佛啊，啊，达到这个大空大行是最直接、最快速、最圆满。现在问题是，我们不老实了啊，我们就就不能像海贤老和尚那样。 啊，你真老实呢，真的是一句佛号就够成佛了，啊，真的是这样，啊，甚至啊，这个密宗啊，他讲一个一个字的种子字，你观那个字，你就会成佛，就明心见性了，啊,啊，这是真的一点不假。 啊，禅宗啊，参那个话头啊，没有意识的，没有意路的，就参，一直参，参久了他会开悟。所以佛法呢，它没有定法啊，因众生啊，各种根器不一样啊。我给你讲，那么我们因为呢，不老实的人呐、啊。 占大多数啊，而且是绝大多数啊，绝大多数。因此啊，佛才有需要讲经说法啊，因为不老实啊，疑问就很多了，有怀疑嘛？你有怀疑呀、啊？你你有怀疑怎么老实呢？啊，这海泉岛上啊。 他的剃度师傅呢，剃度了什么也没教他，他也不认识字，就教他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啊，你就一直念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念明白了你就不要讲，啊，他就真的老老实实就是一直念，啊，而且日夜不间断的念。 啊，连睡觉当中他都不丢失掉。啊，除了念佛就是种菜种地，干活。啊，根据我们老上啊判断啊，这个海鲜老上、啊、可能三二十岁出家呢，开始念佛啊，念到三十岁就大彻大悟了，跟佛一样了、啊。但是他生长那个时代啊，文革啊。 啊，念佛念出生都不行的，啊，他的心中默默的念，啊，还要呢跟大家去工作啊，啊，那那也不准吃素啊，不准吃素，啊，不准吃素,准吃素呢就吃锅边菜，啊，那个肉旁边那个菜捞起来吃啊，吃锅边菜，啊，不准念佛，不准拜佛啊，不准吃素。 啊，那么他在那个经历过几个朝代，啊，那真的是大风大浪啊。他一句佛号啊，能够念九十二年啊，这个我们是真的是，试探不如，无法跟他相比的。啊，所以、啊、他往生那么自在啊，一百十二岁还能爬树，往生前一天那一天呐、啊。 前一天还做到晚上天黑，还在拿锄头锄地。那么这种老实人是非常难得啊，非常难得啊！我们呢，我们要学他呢，学不来啊！我们怎么学，还是不老实啊？那不老实呢，我们就要听经闻法。 啊，因为不老实，主要是有怀疑、疑惑太多。那有疑惑呢？你不听经无法，把这个道理啊，方法、境界啊，真正透彻搞清楚、搞明白啊，我们这个心呐、啊，不老实，这个心呐、啊，你扶不住啊，你心中总是有疑。 啊，那一个师傅叫我们念一句佛号，啊，就一直念下去。啊，有几个人能够老实的接受啊，他就老实念呢，没那么简单。啊，没那么简单。啊，为什么没那么简单呢？因为念念呢，有夹杂，有怀疑。 啊，有家长有怀疑的念的就没有办法达到经典上讲的效果，没有办法达到经典上讲的效果，那就更怀疑了。啊，越觉得自己的怀疑没错，好，那就移上加移呀。啊，这一次到英国啊，剑桥有一个大陆的女学生啊，那老上讲经啊，她去做义工，然后呢，休息的时候就来找我啊。 说他什么感情有问题啦？现在呢心很乱了、啊，怎么办呢、啊？我说念南无观世音菩萨。他说没有笑。我念过了，我我,我都还没有跟他讲完，他说没有笑，啊、他说不相信呐、啊，他还是相信了他的妄想，他是相信他的妄想，他相信他想的没有错啊。 那那那不相信菩萨呢？那菩萨呢？当然帮不上忙啊！如果你真相信菩萨呢，真老实念，那菩萨呢，真能帮得上忙。关键呢、啊，在我们自己啊。所以遇到这些问题啊，我们要时时刻刻啊，提起关照功夫啊，关照谁呢？关照自己啊，关照自己呢，有没有老实？ 啊，不要自己不老实啊，以为自己很老实啊，那个，那个就不行啊。啊，这个不老实啊，那我们如果有很多疑惑啊，这个波罗经啊，倒是有需要啊，有需要。 那么《波若经》啊，你懂一句两句，也就可以贯通到全经啊。比如说，呢，现在我们前面讲讲那么多，哎，有一些不懂，有的懂啊。那些不懂的，你先放下，你先用那个懂的啊那一句，你就修那一句呀。念句那一句，你真懂，那其他的你都会懂啊。就像一千七百则公案呐、啊，你只要呢、啊、破一个破一个参呐。 一个公案参透了，实际上一千七百条通通了，一精通一切精通啊，《金刚经》啊，江味龙老居士讲啊，《金刚经、欸》哎，啊不但是说大家都是哎呀哦，在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两字透了，就全部通了啊，那是六祖在那两句开悟的啊。那其实啊，江味龙老居士讲啊。 其实不止那两句，任何一句啊，你通了都全部通了啊！不断通《金刚经》啊，六百件大波若经全通，所有一切佛法世间法全通了但是呢，这个方法呢，现代人不相信，西洋人他更不相信啊！所以呢，要到英国去推广这个呢，啊，我觉得呢是有很大的难度。 啊，但是劳上啊，他又很希望在那里推广啊，那我们就要发心了、啊，去护持，就护持这个般若波罗蜜，护这个因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那么我们《更空品》这一段呢、啊、就学习到此地。那么下一次啊，我们就从菩萨教化品啊第三啊继续学习。 啊，这只佛偈呀、啊，啊，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，啊，先学习到这一段，啊，那我们下一次啊，啊，这个佛偈的时间啊，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啊。